我叫徐胡杨，来自陆军工程大学。我的青春是在方圆教室里勤学不怠，在风雨兼程中砥砺前行，是纪律如铁，励志如钢，是永不服输的年少志气，是穷且益坚的一往无前。对未来的奋斗目标是以青春之我建青春之家国，用智慧与知识为强军事业绘下宏伟蓝图，这就是我的青春。我是贺鹏举，我来自国防科技大学军事基础教育学院。我的青春是在科大学府中刻苦学习，精武强能，不断追求创新能力，务实自身科学文化知识，培养沉稳严谨的学习作风。对未来的奋斗目标是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工作单位，能站在科研一线攻坚克难，为我军信息化现代化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，争做自有新时代革命军人，让青春在军营中闪光，这就是我的青春。我是向心凌，我来自火箭军工程大学导弹工程学院。我的青春是在书海中的尽情遨游，对未来的奋斗目标是成为一名军政素质合格的指挥军官，这就是我的青春。我是陈颂玉，我来自海军航空大学航空作战勤务学院。我的青春是铁马秋风，是训练场的黄土飞扬，呼啸怒号。我的青春是忠诚使命，忠于党，忠于祖国，忠于人民。对未来的奋斗目标是建功沙场，报效祖国，这就是我的青春。我叫牛玉飞，来自航天工程大学航天信息学院。我的青春是在课堂上的奋笔疾书，深夜学习室里的挑灯夜战，是烈日下洒落跑道的汗水，希望将所学知识化为航天事业尖端的一颗螺丝钉，探索浩瀚宇宙，发展航天事业，建设航天强国，这就是我的青春。我叫吴浩洋，我来自武警特警学院。我的青春是铁血荣光，我的奋斗目标是不断挑战自我，永远做强军路上的追梦人。我是王傲，我来自空军预警学院。我的青春是在课堂中寻求科学真理，在训练场上练就战斗本领。我未来的奋斗目标是扎根高山海岛，锻造顽强意志，为空军预警事业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。我是刘恒，我来自武警士官学校。我的青春是训练场上摸爬滚打，无数次摔倒受伤，明明疼痛难忍，但仍咬牙坚持，一次次突破，一遍遍挑战，全是永不言弃，这就是我的青春。我们在陆军工程大学、国防科技大学、火箭军工程大学、海军航空大学、航天工程大学、空军预警学院、武警士官学